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26号张医师线上课程。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播放2024手法更新臀部原始点，接着我们今天现场实作教学直播，有新加坡、伦敦和香港。好，我们现在先看臀部的原始点。臀部原始点分为两部分，上臀部原始点涵盖范围胯骨上沿以下的腰部、臀部及其前方小腹，由承奇正提供。我们现在来介绍臀部原始点。臀部原始点现在有分上臀部原始点还有下臀部原始点。好，那上臀部的原始点位置就是在胯骨上沿，然后一路到侧面。好，侧面这里为中点。好，也是起始点，第一点，然后一路按上来，再按，好，到这里的时候脚要伸直，然后再继续按，按，然后每一点按下来，按到以前的腰椎，这里最后一点，好，以前是最后一点的终点站。那同侧也是一样，那这一条一路按，按到这里来。那下臀部原始点的位置呢，刚好也是在上臀部原始点对下来这个侧面，好，也是在胯骨的下沿。那侧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按到哪里呢，按到这里刚好碰到骨头，那我们再沿着 V 字形下来，两侧都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位置现在上臀部原始点、下臀部原始点，然后 V 字形这样下来。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上臀部原始点的手法。好，为了按这一点，最好叫患者的腿这样撑起来，然后我们的工具一样用手肘，但要注意的是，上臀部原始点的手法还是有一点偏这样。好，那我来示范给大家看。好，这是胯骨的上沿侧面第一点，用肘顶进去，但注意哦，手不能向上，一定要有一点往下，然后摆过来，就好像我们在按腰椎，但又没有前面往下，它是有一点点往下。好，那这样按下去之后，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三点。按到第三点之后，脚就可以伸直了。那脚的站姿跟按推腰椎一样，哦，就是微微的弯曲。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点，好，这里按到腰椎，好，盘开一指宽，这里为终点站。那同侧它的位置一模一样，好，只是你要按的时候脚要变化为弓箭步，好，这样弓箭步才能够顶得进去。那手法一样，从侧面胯骨上沿为第一点，那整个身体沉下去，
这里放松，然后手按推的方法一样用手肘。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好，按到第三点的时候，脚就可以伸直。那一样可以用弓箭步继续把它完成。好，这是上臀部原始点的按法。下臀部原始点涵盖范围从臀横纹及腹股沟以下至踝关节下沿，小腿肚除外，如图中淡橘色区域所示。下臀部原始点，好，这时候站姿是没有变化，但手本来上臀部是这样按，这时候还要再往上面翻一点点。好，大家看他的手法变这样，有一点掌心向上的味道。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直到按到这一点，差不多第三点第四点之间，这里就会碰到骨头，那这个就是最后一点了。所以一般这样按下来差不多有三点。好，那我们脚放直之后，好，那我们再来做同侧下臀部原始点。好，脚撑起来，这时候的按法一样，弓箭步，同侧是用弓箭步，那一样是在胯骨下沿的侧面为第一点，然后注意这时候的手肘，它的掌心是比较偏向上，而不能盖住，盖住就按不到，一定是要这样。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按好了之后已经碰到骨头了，我们再来从 V 字形这样按下去。如果熟练者直接就从这一点紧贴着骨盘一直按推下来，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初学者没有把握，也可以先把尾骨骨盘这一点找出来，两点连成一线，而这一线紧贴在骨旁，这样也是一个方法。第一个站姿，它是用弓箭步，也就是前脚它已经是在臀横纹这里对过来，尽量不要超过去，做出来之后一手固定，然后工具一样掌心向上放到第一点位置。如果你太后面的时候，这里就会超过90度太大，那表示动作有误，就要开始调整，身体就要往前。那往前的时候手不要拿高，手拿高这个又小于90度，顺势放下去。好，这样就90度了，那这里也是90度。再来要注意的就是身体要往外侧靠，靠过来，靠过来之后，我们这个要按推的点就会在骨旁。好，这是第一点，按推，按推，按推。第四点，按推。第五点，按推。如果臀部原始点要按推同侧的时候，最好身体也是要移到对侧去，同样弓箭步对着臀横纹。站好之后一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工具拿出来，然后直接用弓箭步，然后工具就直接放下去，保持各90度，然后身体往外靠，好，按，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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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往下面，身体的姿势就要越往低，这样才能够保持各90度。我们来介绍臀部的舒缓方法，它一样用掌根，两边这两个掌骨都一定要用到，然后按一定要沿着骨的这一条线，不要压到骨头，就在骨旁压下去，然后压下去，这个是垂直的，然后身体往前靠，这样力量就会随着这个直线垂直下去，而非往前往外拨，是直接靠身体的力量往前压下去，而这个压下去是垂直下去。好，那我们来看，压下去之后，你手要再上来的时候，不要一下子离开，而是再把肉拉过来，然后你掌心跟臀部接触着。好，以上是臀部原始点的介绍。好，老师，那我们接下来新加坡他们有问题要请教老师。新加坡 Ken 你们那边可以开始。好，老师早。早。早。这今天我们没有安排学员过来，因为时间不能配合。那我代表我们这边的那些志工有一些疑问，想要让老师就是说请教老师一下。我们这里有三个巴金森的案例，就是说有学员就是巴金森的。那我们处理上就是照着老师所一直在指导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就是假如是热能不足的。来的时候体力比较虚弱的，属于重症的，我们都是以姜粉泥涂背部，大概3遍，然后就按推大开关，全部都有跟他按。按完了之后，通常他们都会全身就很轻松，就很得到缓解。之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回去了之后，他们在到中心来的时候，有一点打回原形的那种情况。那我们是在想说有几个就是说反弹中有发现有一些学员上一回我们有处理过的一个就全身就按推没有痛点的，我不知道老师还记不记得。那之前有讲过说假如把热能能带进去的话，慢慢它的痛点可能会出现。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处理方面都是跟之前一样，那按推有深层的按等等的，可是它的痛点没有明显的出现。那反弹中我们发现它也是还在吃西药，然后生活作息方面也没有真正的纠正过来。那比如它晚上睡觉的时间就习惯性的1-2点才睡，然后睡到大概10点钟这样起来。神奇的是他还不能够放开那个西药，就他可以在7点多起来吃了药再回去睡。所以这方面我们是有一点点的就是说疑问啦。那其他的巴金森的学员他们身上都有痛点，所以我们就照着痛点方面那边跟他们处理。我们遇到的最不能够怎么讲呢，就是跟学员谈说我们这里能够协助他们，就是说按推然后指导他们怎么样，家人们怎么样回去帮他们处理，当他们回到家之后没有办法一一的落实。所以很多时候回来的时候他们都会想要回来，因为回来了
回来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帮他们，就是说处理后都得到缓解。可是在家里处理就有一点问题。那这里想请教老师，可能你可以提一下，对这些学员应该给予怎么样的一些指点一下他们啊。好，先就按推的技巧，还有乐园哦，怎么涂？如果这些都做得没有问题，但有病症而没有体伤，这个老实讲，在我们书上是觉得不可能的。那我们书本上有一句话嘛，哦，有疾病必有体伤。有体伤必有压痛点，那我处理这么久，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处理说有疾病但没有体伤，那就只有热能不足，它不可能产生症状。我们的体伤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没有，怎么会有一些失眠啦，或是什么一些症状出来？理论上是不可能。好，那如果你们说有三四位都是这样的患者，但只有一位，那我相信你们也做到位了。假设啦，因为我个人做事没有遇到这样问题。那如果好，你们都做到完全到位，而没有这个状况下，那原始点会把它归类为特殊案例，就是不是常态的那。疾病有千千万种，原始点为了解决所有疾病，尽量找出最大的原则，也就是这个原则放诸四海而皆准，应该是这样说。哦，所以如果你们遇到这样，就是继续找，如果真的找不到，那只有一个问题，它是属特殊个案，但也特殊个案就不能把它拿来当做一个讨论的案例，因为他对其他人都没有意义的，这样讲理解吧。所以原始点大概为了就是说，因为我在回答上唯一的困扰就是，我个人是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但各地有，我第一个会怀疑，手法是不是有问题？手法。按推的技巧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深层？还有它的痛点是不是在原来的位置没有找到，而在上面往上一点，就可以找到？也有这样的案例。哦，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找法，因为没有影片能说，所以遇到这样的问题要我回答，第一个确实有一点困难，但我经验中没有。所以书本上我是如实这样写，那遇到这样，我们就是以后把它当做怎么样？特殊个案啊，特殊个案就不能对其他没有意义的意思啊，也不能当做是一个讨论的个案，因为我也没有碰到，所以简单的讲有一点哦，把它放在旁边了，因为再讨论就没有意义了。那至于患者回去，他又反弹哦，就是这个疾病又反反复复回来。我的看法是哈，其实帕金森都是属重症，而非轻症，它几乎都是全身性，而且体力也虚弱哦，所以他在处理上除了我们要给他的按推还有乐园之外，更重要是患者。他本身要锻炼，要忌口，回去的饮食还是要很注意，因为稍微一点凉，他可能就前功尽弃了，哦，然后回去有没有做到位，就是哦喝姜粉泥哦，你们要求他有没有做到，哦，那如果加上他心情也不好，观念也不清，然后又在吃西药，因为从吃西药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出。他观念一定是不清楚的，那等于一方面热能又不足，又在吃寒凉药，我认为，然后又万一又做不到位，那这种反复也是情理中的事啦，
所以遇到这样只能叮嘱患者，还是要对原始点的理多看影片，我们的影片多看一下，让他升起信心来，然后再来该要求要要求。所以我一直觉得目前做的比较到位的像吉林那里，吉林他们的做法就是患者来就住在他那里几天之后啊，大家一起帮他服务然后该要求运动啦、饮食啦，大家都一起做，这样反而能够看出成效。这也是我早期说的基地的概念。患者如果像这些重症患者进来的时候，家属要陪同，然后大家进来的时候由我们来指导，然后大家一起生活然后该出现什么问题立刻做，然后家属也可以学到，这样我认为才是比较究竟。要不然帮他处理好了放他回去，他很多观念还有习性都没改，有一点重虎归山啦所以之后那些留下的这些我们也就没办法去处理了只能要求到这样。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些情绪的忧郁症的这些学员，我们这里也是有一个学员就来处理之后，你可以看得到马上身体得到缓解的时候，他的情绪啊跟着也正常规划。可是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周围假如有二元的话，就是打个比方，忧郁症很多时候当他们是自己处于就自己本身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就钻牛角尖等等的。那这算是一个就是说阻碍他进步的一个二元吧。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看进展是不错的，一样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这些学员一回到家你说放虎归山，那在家里的情况我们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周遭的那个人事啊等等的都会对他们有一个蛮重的一个影响。那有时候就觉得做了有一点点的就是说进一步又退两步这样子的。尤其忧郁症它不止身体可能有问题，连心态上观念上都会出现问题，所以他们的情绪有时候波动都蛮大，那身心互为影响。我们能解决的就是把他的身体的体伤解决，那体伤解决了他舒畅了，心情也会改变，随之而改变。但反过来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一些可能让他情绪会起波澜的这些言论，也同样会影响到体伤啊。所以常常如果患者他自己不能去调整他的心态有时候光靠大家的努力，应该这症状要完全痊愈有一点困难啊，也是回归到之前讲的就是我们能掌握的就是当下那时候告诉他的，但回去就要看他的怎么样智慧啦还有福报了啦，只能这样讲。如果他有智慧也愿意彻底来改，照我们这样来落实，我相信对他应该好转是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他还是习性不改，那我看会反反复复，也是情理中事。好，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癌症的癌末的一个患者，他的腹部就积水，他其实是食道癌。那因为腹部积水又有放一个支架在他的那个食道那里，那他大致上就手术之后他没有办法就是说平躺，他睡觉都是大概45度这样躺着的。好，然后来的时候大致上也是因为
化疗被终止，因为腹部真的是胀到非常大。那西医方面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所以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平躺。那我要做姜粉尼的按推，我只能够用那个按摩椅给他这样子有一个斜度的做法，然后就帮他推姜粉尼。我已经把视频发给 Luna 师姐，那假如可以的话，你帮我点评一下这个按推的方法。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用身体的力下去，我只能够从旁边尽量的这样推。是啊，听起来光听完这个患者的情况，就觉得真的是已经很危急了，因为他也做过化疗，那体力应该是很差，才会到腹水，这个都可以想象。那里面又装了一些支架，也不能平躺的话。那在操作上确实只能说以病为师嘛。那背部的涂法哦，应该也不能趴着。一般腹水我印象中是不能趴了，因为它会挤到腹部哦，所以一般会叫他们坐姿涂姜粉泥。那所以最近也有教我在志工培训的时候哦，包括台北还有台中。都有特别在强调那个背部涂姜粉泥的涂法，那个很重要，就是背部怎么涂，然后下背部哦，他手指头要往下，然后顶着，然后往下一直压下来，沉下来之后再往外拨，那这个影片都有哦，可以参考啊。至于侧面哦。要按推患处的话，只能用侧面推了啦。真的就像你说的，既然不能仰躺，那就侧面推。那侧面就是以病为师。那只要你们的手法学得好，懂得用身体的力量，那这个下去的力量就不会是蛮力，因为一里通百里测啊。只要懂得手法，不能用手的蛮力，那你们一定会去变化，就是靠身体，然后再用轻柔的手法，由浅入深。我相信对他患处的按推，包括涂抹姜粉泥，应该都会有帮助。哦，只能做到这样了。你讲的没有错。好，老师，侧面。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在用姜粉泥按推的时候，我们顺便也是帮他找那个腹部那边找痛点。那刚开始第一次按下去是有点痛，那多揉了几下再回来，那边有得到缓解的话，是可以当做是有帮助到他的那个改善。是的，一般哦会有一些症状的出现，一定有体伤。那我们在按推患处一样，都可以找到压痛点。那压痛点解除了，就是你最后按了，没有体伤了，没有压痛点。如果正确的判断就是这个病已经没有体伤了，照理应该整个循环已经顺畅。但一般到腹水的时候，他当下你用手法帮他解除了，他很快就会崩回来。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涂姜粉泥，来回3次，让那个热深达体伤位置之后，能够帮助修复，那这样才能持续。所以到了这么危急的重症患者来讲，哦，除了手法以外，我认为涂姜粉泥的，哦，这个来回3次一定要做得很彻底。我自己就做过这样腹水的，我发现如果在按推的时候，他有时候表层哦，你看他说很紧绷，你只要稍微按一下，他就觉得好像有一点受不了。但你可以再试着怎么样，慢慢按开之后，那个力道再稍微加大，就像你说的，哎，第二次回来他已经比较缓解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再稍微深层一点，再看看有没有压痛点，这样才能由浅入深，这样对他的症状缓解应该会更有帮助啊。这是我对你的对你们的操作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啊。好，老师，我今天的问题都问到这里了。那个刚刚齐青你传的那段影片要给老师看是不是？可以吗？好，那可以啊。如果有影片我反而会比较深入其中。老师有看清楚吗？有。我认为很好啊。那在推的时候，因为他只是拍手，因为更重要，我说任何的角度一定是看前身的，而且这时候的弓箭步很重要，因为你在用手的力量，你一定要身体的力量也下去，那这时候弓箭步低一点，要蹲低一点，然后往前，然后带把手带动进去，这样可以按得更深了。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下半身，所以以后在拍的时候，我的建议不要让我只看到手，我大概手我认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再看到你前身的整个动态运作，我就可以更清楚你那个力道来自于哪里，了解我的意思吧？就像我们在培训手法的时候，这样才可以看到整体，就像你们在指导学员的时候，你光看他们的手在动，然后再看到他们的身体的姿势，你才能判断出来。有时候光看手势还判断不出来，这个内行的是看整体，那外行可能只有看手而已。所以你们在拍，我相信你们也有在指导这些学员，应该知道除了这个手的动作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的整体。所以任何一个姿势，我说不管他是现在用这个方式给你按推，或是他躺在床上用侧面的，你都要注意你的整体姿势。整体姿势就是能够很轻松的，不用手的蛮力，然后能够揉到深层。如果你刚刚在揉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很轻松的这样按就可以了。我从这个图片影片中我只能回答到这样，因为确实只看到你们是蒙着面来给我猜你们的面貌是怎么样，还有一点为难啦。好，我就回答到这里。好，可以，谢谢老师。下次假如有影片，我们却会确认是整体让你看。好，这样会回答得更完整。好，可以，那今天我就提问到这里，谢谢老师。好，不会。好，那我们接下来老师伦敦的那个他们想问的，我们就放那个负责人吴伟的这一段，老师看一下。老师，脊柱的舒缓。这是伦敦。臀部的舒缓，
上臀部按推，哎，肺的功能厉害，哇，伸直，然后我们觉得那个上臀部按推完以后的舒缓，应该是换成另外一手来做舒缓。哎，费力了。That feels good. Yeah, it does. So 这样那个病人会感觉比较好，而不是用这手。So 哪只手用来舒缓比较好呢？谢谢您。好。好，钱老师先普及一下无尾的手法。好，无尾的手法哈。吴伟其实这一次香港他也有参与培训，我觉得他的手法进步还蛮大的，那个舒缓没什么问题啦，就是脊椎两侧的我看起来蛮流畅的。那包括臀部，其实臀部的舒缓是最难的，我看他也有做出八九成的功力，因为唯一一层我没有办法确定是因为他在移动的时候手心有没有完全抬起来，我不敢讲。这个从影片一般是移位的时候才抬起来换位置嘛，如果没有的时候，掌心还有手指都不能离开肉，然后起来压下去，然后黏住，然后再把肉往内拨再压下去。我看他做的蛮到位，但因为这里角度我没有办法很看清楚他有没有离开肉，如果有离开肉，掌心离开肉的话，他会有一种压迫感，下去的话撞击的力道，这样患者是不舒服，但看起来好像应该没有，所以我才能说从影片中可不是说他做到八九分，是我看到八九分，那这看到的部分是都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大家看齁，哦，你看掌心拿起来它是移位，哦，移开的时候可以，但是同样部位的时候是不能拿起来的。我在指的就是，我这个拿起来就是要移位啊，但是它拿一下马上移位，一般同样部位是要来有要有几下之后你才移位，不是一直换，哦，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看到的，哦。这个影片这样，我唯一的疑惑是在这里，如果是同一个部位，它完全掌心都要粘在肉，拉起来的时候也粘在肉，然后直接垂直下去，哦，那因为它常常频频的换，哦，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它同一个部位的时候，哦，有没有一直粘在肉，然后这样就不会有撞击，要不然你换到另外一个部位，你离开了再压下去，会有那个有一点压力，哦，那不过我看他都是在换，不断换。那对于这样的舒缓，其实臀部是最难舒缓的，哦，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了，看看他臀部的舒缓，大家看一下臀部的舒缓，好。哦，他就是很快就，所以我说我只能看到八九分。好，那大概这是也就是他的舒缓动作，我认为都没有问题。哦，他最后掌心都会拿起来。我很担心他会不会同一个部位也掌心都拿起来。如果拿起来，那可能他就是自我就要修正了。还有他刚刚有一在按推上臀部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啦，他那个手法
看起来都还蛮标准，啊，唯一他说在舒缓的时候，一定要另外一手哦，像臀部上沿，哦，最好用左手来取代右手，这一点我还是有，我觉得不要再纠结在这里吧。其实两手都可以舒缓的出来了。因为你右手可以按推的出来，怎么会舒缓不出来呢？这个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认为两手都可以，哦，唯一跟他的看法不一样的就在这里，啊，其他做的真的都蛮到位的，我觉得确实手法进步蛮多的，那这样他来培训应该可以培训出很多可以大幅提升这些学员的技术。应该没什么问题。好，我对他的评价就到这里。好，谢谢老师啊，这是伦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把现场交给香港。来，香港，你们准备好了吗？请你们开始。老师好。好。好，你好，这位刘先生，他呢？在十二月的时候，就是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去看了医生，还有几家的大医院，都证实他患上了一个他的脑干上面，里面有一个叫做胶质瘤，这胶质瘤，那他还医生说，如果不做什么调，就是不做治疗的话呢，他只能有半年的。寿命，就是他说半年到最多就是两年，半年到两年的寿命。因为他的太太呢也是认识原始点的，他太太在我们那个封，就是一月一号封闭室的时候，也在我们外面求了两个多小时，可能露娜姐也对他有一些记性吧。结果呢，他也学习了以后回去帮他调理，三月份的时候呢，他就带着他的丈夫，就是刘先生，就来到我们中心。三月二十一号他就开始来我们这里调理。他刚来的时候呢，他的脸色很白，没有什么力气，整个人呢都好像是有一点很不自在的感觉。我就那时候我就看他呢，那个体力有点变得很差了，我就已经断他视为重症，就帮他做调理。今天他是来这里是第八次来我们这里调理，一个星期他来两次调理，在家呢他太太也帮他有做按推，还有也在做那个姜粉泥推，就是推背也在做，所以呢他的那个整个改善很明显，真的很明显。现在他已经是不算是重症了，他整个体力脸色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我就把这个调理的方案呢让张医师看一看，指教一下我好吗，张医师。好。他来呢，一般来讲我都是以安推他的头部为重点，他的重点在头部。他来做了好几次改善了，他第一次来整个头每一个位置，耳后的三点呢，每一个位置每碰一下他都很痛的。那今天第八次来呢，我刚才已经帮他按了一下，刘先生把你的头放过来，那这一边呢，耳后这一边它不算是很厉害，而是他的脖子这一边呢就很痛，这两点就非常痛，一按了以后他整个头都串上去了。他第一点还不算很痛，但是这一点呢，这一点下去呢，这一点一下去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一点就很痛，这一点不算很痛，这一点呢就非常的痛。看一下你那一边，很痛，
这个最痛，那个痛不痛？痛。那个呢？嗯。那个痛不痛？这个很痛是吗？嗯，那感觉呢？上去了，是不是这一点是最痛的？嗯嗯，到现在呢，脖子呢，就是这里一二三，这第二、第三点、第四点都是最痛、最痛的一点，还有他这边耳后这两边都非常痛，就是这一点。一按它，它就马上头上都有感觉了。那一般按完了以后呢，我就会在它这个头部这一节呢，就帮它做姜粉泥的按推，也是做姜粉泥按推，按推3次，这样子帮它做按推。好，我们来做一次的姜粉泥按推。这样子推姜呢，帮他推3次，推完了以好，后，我们示这样范就可以只按一一次就可以了啦，不用下。做到3次，要不然对，这样就可以节省时间。那大嗯，概有什么问题，应该也好。啊，他这样子做完了以后呢，跟他再戴一个帽子，微微的帮他温敷，温敷完了以后呢。我就把他叫他转个身，转了身体以后呢，我就帮他做他的脸部，要不然梁先生，刘先生，你起来一下好吗？起来，好，坐起来，我要给刘，对，给老师看看他的左边的眼睛呢，的眼睛这一边呢，整个左边哈，他整个左边都是，他的这里的肌肉也是有一点。起不来，眼睛每天都是一直在流眼水，流很多的，不是眼泪，他有一些泪是组织液的分泌，一直在他眼睛下来，而且他这眼睛刚来的时候是开不了的，就是没有那个肌肉力已经没有了，现在呢都比较好了，你看他的这里是有点歪，他的嘴这边也是有一点歪的。他除了我每天都就每次来，我都帮他做那个脸部的，就是姜粉泥的按推，然后呢，他帮他那个姜粉喷鼻，你姜粉喷鼻的感觉是怎么样？等于说每一次这一边的喷鼻呢，这里一上就上到他的头上去，这一边呢就没有那么，这边就往下流，这边就往上流。他的脸，他的眼睛也是开始，他自己也有在家，我也帮他做过，用姜粉点他这个眼睛这一边，帮他点眼睛，他都感觉到非常的好的。那刘先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有什么要问张医师的吗？要么我们也有问张医师。呢度咧，差唔多就每日都喷。张医师他问他这个喷鼻哈。他能不能每一天都喷一次？是不是要每可天以，做可一以，次？可以，就绝是对可以，甚至2次都没有问题。会找到一个。他就问那个姜粉喷了上去以后，那个粉往哪走？跑到哪里去哦？会被身体吸收啊。然后有时候组织液它喷了刺激，有时候会流出鼻涕那一类的，它就会跟着出来，也会这样。啊，没有流出来就被
皮肤吸收啦，那个也没关系。还有什么要问？我帮你问你刚才问我的问题是吗？他说他每天，他一个星期来我们这里两天，那每一天他在家里呢，他太太呢都非常很好，他太太每一天都帮他按推，每天都帮他做姜粉泥，他就觉得每一天都这样子按的话，他太太很辛苦，每天都要一个多小时这样子，他就说每一天按会不会太多？好，每一天一定要按，每一天一定要按，以他目前这种情况，好，不会太多，不会太多，哎。嗯，那你现在的运动呢？你跟张医师说一说。每日都会行楼梯，同埋大约行六十层嘅楼梯啦。咁做半钟头嘅盆骨功。每天都会做。他说他每天都上楼梯，就是爬楼梯，爬六十层的楼梯，每一天那个平甩功就做半个小时的平甩功，啊，还有呢，还有什么吗？喝姜姜水啊，喝姜泥，每天喝多少？每日两次。每天两次，每一次喝多少？几多啊？半碗到啦。有没有十克？有，就每天喝姜泥就喝两次，每一次呢就十克喝姜泥。那你现在的感觉是整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个感觉？个身体唔觉得自己差，但觉得系每日都好，冇太大变化，但觉得自己唔会差咗。他就说他的身体没有。有信心他的身体不会差，一直在好，很感恩。还有吗？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好，那患者就暂时没有什么问题。我想问张医师，我这个帮他调理的那个步骤情绪还有什么能指点吗？张医师，谢谢你。好，第一个哈，阿妹哈，你第一个按推哈，那个手法，尤其在枕骨下缘同侧，那个坐姿是有问题的。你那个夹得太紧了，你这样按推很累，而且又按不到深层，已经卡死了。你应该要把他的头叫他移到那个不是在洞里面，要叫他到对侧，然后头转向面向你，然后有一。这样你手进去就有一个空间，就是这里要有一个空间，而不是夹死的。你夹死这样没有力啊，你根本几乎这样在做，我觉得都没有把原始点在按推的部分充分发挥出来。我看到那个动作是你在对照我的影片，你就可以看出你的问题，哦，一定要看，哦，就是把他的头放在对侧，然后你可以坐姿，然后面向你，然后你整个身体靠过去，哦，这个，哦，整个身体靠过去，这样就能够按推得出来，哦，要不然你现在在同侧，你变成这样，这样很夹这里啊，夹紧的，然后再这样按，那个按不出来的，我一看我就知道你还没有充分发挥啦。那这样应该还是会有疗效啦，只是说患者那个疗效不能达到深层，还有改进空间。那另外哈，我发现新加坡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在按推耳后这个哈，按推完都会用拇指去舒缓，拇指是不用舒缓，因为现在那个我们是握虚拳，虚拳其实是很松的。那你不需要再用拇指去舒缓，它也可以浅也可以深，那一边既可以解症也可以舒缓了，已经解症跟舒缓都同时用，所以我耳后这里是不舒缓的，我现在根本都不再舒缓。那枕骨的舒缓这个可以用，这个是没有问题。那你们在涂姜粉泥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涂是没有问题，但是齁，
你们的动作太流畅，有一点流畅到没有办法到达深层。我举一个例子，有没有我们志工男，有没有谁来？哪一个？举身过来，我来示范一下哈。好，你们在涂的时候都是这样哈，这样涂。其实这里哈，这样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你一定要先把那个头部体香在哪里，一定要找出来。比如说，你这样按，然后推，按推，这个才能达到深层啊。每个动作都这样，那表示你们都在表层做功夫，也就是你那个乐园都进不去。包括土碾，我看也有人是这样，都是这样在推，然后这样推，这样怎么会进去？这样推完，你体香也解决不了，都在表层。你看我们按腹部的时候再推，也有一点力量进去，按，然后再推，按推，其实这样才是标准。但是你们现在做的太那个柔和了，都是这样，哦，这样都是在怎么样表层在涂姜粉泥，就没有达到。你涂完再这样加强，一定要按进去，然后同一个部位这样推，按推是同时，而不是都每个动作都是这样滑。那体香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看不出你们有没有找出他头部的体香。照理他脸部应该也有体香，我脸部是没有示范，我看不出来。那头部一定也有，那到枕骨下沿一定是用我教你们的这个工具，然后它是涂姜粉泥，你可以开始是这样把它涂均匀，啊，涂均匀之后一定有要把痛点找出来，看哪一点比较痛，也就顶按，好，那按找出来，按就可以推哦，但是不是这样滑动移过去啊，这样完全没有效的，这样都在表层。所以真正的体香你们就没有办法做到深层，按推，按推，然后头部也是，如果到这里的时候弓箭步稍微这样顶进去，按推，按推，按推，而不是每个动作都这样在拨，那都是在做表面的，那体香也没有特别强调出来，所以这样的解症效力我觉得有待提升。这一部分就顶进去之后，然后推顶进去，而你涂完姜粉泥一定要把体香还是要强化出来，哪里特别痛就是顶进去再这样。这是我对香港这个在涂姜粉泥还有按推那个手法的应用上好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一点有待改进。好，好，谢谢。张师，我能来？好，看了你的示范，来做一次，好吧？好好好，你好，你在。好，你都是每次都很滑过去，然后没有顶进去，然后推，所以做起来都在表层。我说的是这样，好。我知道，好，因为他这个他的痛点呢，刚才这个脖子的痛点，还有那个枕骨的痛点，所以刚才我一直在这里就是在这加强这一边的。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有一点按跟推，而不是一直都在滑，这样是可以。啊，头部也是要这样哦，而不是只有这样，啊，对，枕骨也是要这样哦，哎，对对对，然后你要把痛点找出来，因为你都没有提出它痛点特别在哪里，哦，这个你一定要稍微注意，像你颈椎有讲，但是头部呢？头部真的都没有吗？我有一点怀疑啊。有啊，枕骨啊，我是说他。你枕骨啊，头盖骨这里呢？这里都没有吗？你全部都找过了吗？有，这边很痛。对，这像这种就。两边都很痛。
那两边都很痛，你一定要顶进去，然后再推，要不能只有滑。哎，这个也是要像你按脖子这样的舒缓，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就可以突出效果来。啊，对对对，就是这样。涂脸也是要这样哦，不要只有涂表层哦，啊，这样一直在拨哦，那个效果也是不好。然后看痛点在哪里，再加强。然后刚刚他的眼睛我也有注意到，所以还要注意我在教你们脸部按推的时候，那个眼眶骨周围还是要顶进去按一下，哦，这个都应该都有痛点要解决。好，那你哈，哦，不是阿妹，你在坐姿帮他按同侧的枕骨下缘，你再按一次，我看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现在就你刚刚的问题先解决了，不要再其他就不用再做了。好，然后你要坐姿，然后哎，对对对，哎，对了对了，然后你再做，这是这样按，应该就可以做出来。对，这样空间就拉开了。好像好，你继续做吧。啊，怎么摆来摆去？没有那样。你真的还听不懂我的话？好，起身过来，我们马上立刻做，让你了解。好，我做给你看啊。好，如果你要按一定同侧的话，一定患者要这样来过去一点点，啊，对，然后你就可以坐过来，一定要有一个距离。那这个手一定要有90度，如果你夹紧是没办法做出来，啊，所以这样。然后第一点，假设在这里，我手拿起来，然后直接放下来，这里90度，这里也要90度，哦，这个才是标准动作。好，那你看我这样按推，啊，这样就很轻松啦。好，第二点，然后第二点下去的时候，你不用这样下去，你可以稍微头稍微拨过来一点点。好，那这样你也是一样，保持都90度。好，那第三点你也可以再稍微过来，哎，这样你手就可以了，头这个有一点点技巧了。然后到第四点再拨过来一点，哎，那这样你身体都根本不用动。啊，万一你没有拨他的头，第一点是在这里，第二点你身体就要这样，就要再往前了，这里还是90度，这样你会比较辛苦。那第三点呢，又更下来，又更辛苦。那第四点根本按不大到，所以这里还是要拨，头还是要拨。所以我的建议是，第一点这样，第二点开始稍微拨，第三点再拨，第四点啊，这样都完全做出来，那颈部就直接这样做出来了。你们看哦，这样是不是很轻松，而且根本不费力啊？好，到最后一点，这样我已经全部做出来了。阿妹有看到哈？好，有，好，谢谢。可以，这样比刚刚好太多了，这样才比较属于哦。那你再注意我的影片，你回去再对照一下哦，今天的视频，好不好？哦，这些你都要稍微特别注意的。好，那我整个操作我就凭前面脸部的那个眼睛那里可以吗？因为脸部还有时间就拍，如果没有，露娜时间怎么样？他可以拍过来给张医师，另外再看。好，今天就不要再做了，是吗？好，
那我怕时间，哎，好。哦，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个步骤都做。那我问一下，这个患者他的症状是怎么样？他全身是什么症状？最主要？他全身，他主要是他的头部，其他的身体呢，痛点并不算。不是他，你不要跟我讲痛点，你要叙述的话，为什么要找痛点？你一定要有一个主题，他症状。症状在哪里？下半身是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按下面。下半身没有，只是我他有一次来，他就说他的那个腰那里不舒服，我按过一次，就找到他的，就按过他的上半跟下半都没有什么痛点，只是他的那个上臀那边有痛点，解了一次以后就没事了。每一次来都是以解决他的那个头部为主。好，因为我这样问哈，好阿妹哈，我这样问是哈，你在叙述上哈会让我误解。第一个，你全身要按，但你又说他现在改善很多，现在在你看法已经不是重症了，好像是变轻症了。那轻症怎么要按全身呢？哦，这个就逻辑不通啦。轻症就是他可能症状出现在头身，也可能出现在四肢。那如果是头身，你就头身嘛，啊，他身体没有，你就头嘛，集中在头部，哦，那这样就可以。那运动的方面，我也是建议啦。现在基金会哈，就是有瑜伽的一些运动，就泛波录制的，刚好有头部运动，也不用说再甩手，因为他手也没有问题。就针对头部的问题，所以这些影片事实上你们可以充分用，就是叫患者学着做啊。这些影片都已经在我们官网有公布了，哦，这样才能够统一，也就是我们直接针对患者的问题直接处理，这样你们操作者也能够快速提升，那患者也会感觉更有效率，哦，这样就能够达到。当然整体上我觉得方向都很对了，哦，方向因为对，患者也正在缓解中，也正在进步中，但就刚刚的这些小问题，哦，你们还是有进步的空间，我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包括患者的运动，然后包括脸部，因为我今天没有看你们拍过来，我们等下一次再来看你们的手法啊，就是要我刚刚强调的，要注意涂脸也是跟涂你头部一样，涂均匀之后，然后体伤在哪里，你要点出来，就像你在脖子都有点出来，那里体伤的位置就要加强，就像你脖子是做对了，就是顶进去，然后按推，哦，涂姜粉泥之后顶进去再按推，这个就是加强，而不是只有在表层拨。我这样讲你理解吧，阿妹？理解哦。好，那这样你如果能够照这样，我相信你们越做会越好。好，好，谢谢。不错不错，你们，我看你们最近的手法也进步了，但是有一些还是没有及时改正啦。好，这一点你们影片或是互相在做的时候彼此要纠正，这样大家一起提升，好不好？好，那就。好，那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好，好，谢谢，感谢。不会不会。好，那谢谢香港团队老师，我们时间差不多。不过那个刚才新加坡啊，他有一段影片，他没有传好，他现在又传了一段，也只有一分多钟。老师是不是看一下，就顺便给他们讲解一下啊？那我们现在放新加坡的这一段。
你一直觉得是 stand 那边痛？不是痛，是怕那个 stand。stand 是在里面对吗？它是在里面对吗？啊。啊，它是在那个 esophagus 里面对吗？怕 press 我不舒服。可以的啦，我没有在 press 那个 stand， 我是 press 那个中位，就是水的地方。而且这边是你的大肠的地方，老师可以看得清楚。有，这一次就看得很清楚。其实习青按得很好，哎，呀，整个推下来，而力道都有进去，也可以看得到。那在患者能承受下，这样按推完，我相信他肚子一定会松。患者，西青按推完，是不是患者是不是改善了？立刻可以缓解。啊，是的，老师。是的哦。他们，嗯，按推完了之后，他都觉得整个腹部比较松。对。你有按进去，哇，这个这，对，要有力哦。如果没有力，在表层它渗透不进去，对腹水帮助不大。所以你刚刚那个我看得出来，力道都有进去了，哦，做得很好。哎呀，哎，这个影片就看得很清楚，不错。哎，好，谢谢老师。你看他有没有要问老师的？啊，没有，我们就照顾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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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家辛苦了。好，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老师，谢谢大家。那我们接着预告下个礼拜的直播，下个礼拜我们会继续播乳癌处理教学的系列，还有原始点的运动篇。我们下周见。